得拿三星。啊，好。秋曼，我先就是我们先就是跟池教练探讨一下防守啊，防守我觉得防守的练习步骤，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觉得是这几个关键词：防守、踢、赢前、加力、抽，是不是这个步骤？阿瑞，要先学贴吧，基本上啊，能贴住就可以了。对，啊，能贴住就可以了，比赛多防两板就赢了。是就业余。业余的那个大家都可以多防两板，把防守眼防开就可以了。你把你的心得分享给大家，我再帮你总结一下。防守，我觉得其实最关键的点还是什么？还是脚步能不能找到这个球的击球点、啊、就是一旦你错过那个击球点，你防起来你手上压力就比较大、啊、对，所以你要防到球上升期的话压力比较小，因为旋转相对较弱一点，而且容易和就是对上点，你一旦这个点没对上，脚步没跟上，动作变形，那么你防起来压力太大。说到关键词了，就是阿瑞，我可以这么就是体会嘛，邱曼、嗯，就是我跟池教练，刚才池教练说到关键词，上升期，一旦你到高点和下降期的时候，这球你的压力非常大。对，你高调你去拖去贴，很难受。前冲你一旦到下降点，你已经退到哪里都不知道了，就把你顶到什么时候都不知道了。对，对，所以说一定在上升期。那么你的体会是在重心前面防还是近身防？我觉得就是稍微靠前一点点，不是靠前，但是同时还是有点离身体稍微近一点、嗯、感觉身体把这个球给它抱住的感觉、嗯、身体用身体来、嗯、不能完全用手，像这种你看我其实就身体，你看重心控制，哇这么转，来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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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角度掌握好啊！对，就是我还是脚步重心多一点，手上就注意把这个旋转给它稍微调整一下，压住一点就行了。你看转的时候压住一点，不转的时候往前顶一点。对，你要先跟上球的速度，你就能自然就能防住了啊！自身速度要快一点。对，那练习步骤呢？练习步骤就是先，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先是。防，我觉得高调前冲其实都行。我觉得是先高调。高调啊，就是邱文，我的建议是先从高调开始练。就是、啊、你看一下池教练击球时间吧，来，大家看我拉几个高调啊。要先从这种贴高调去贴它。大家看池教练击球时间，因为什么呢？高调的运行弧线运行时间长，你可以通过它出球的速度和高度，你要知道大概区域的起跳点。我觉得第一个是不是应该先找点，然后对找点，对，因为就是找一个就是击球点是上升期，再一个就是重心要提起来。对，因为就是什么，其实你重心起来以后，你这个动作方向自然是向前向下了，不会向上。对，就是不会。你给大家做个慢动作，大家看，就是重心提起来，球一来以后，球提起来这样去，你看我是高于这球的这。再来一个慢动作啊，我看这种感觉去，我就容易把这个球给它压住。如果我要是这样的话，看再来，我这样的话，这个球就容易顶我，我就容易防高，容易防出这个出界。对，就容易近身击球。对，所以说我要重心提起来，人重心压住这个球，这个、重心压住。是吗？就是你防守的时候，你保证重心前倾，重心提起来了，就像我跟大家说的，我重心和手提起来了，你打球的一定是上步，你是往前往下打，当你的重心是平行或者是蹲下去的时候，你防球的时候一定是这个角度，对吧？是防球的中部的。大家看看池教练重心啊，慢动作，对对对，来我的，先把球贴住，对，只有用了重心提起来，你才压得住，才能贴得住，对，不然你身体一旦向后走就不行。对，我给大家示范这一点，我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啊。第一个，你防守的时候，你的拍头要朝前，就是你不管是横拍、直拍还是横打，我觉得阿瑞是击球前时候拍头要朝前，这里稍微朝前一点，对，拍头适当朝前，这样朝前一点要说，对，适当朝前一点，就是你击球的一瞬间啊，适当朝前，不容易被顶。不容易被顶，来，大家看啊，来，拍头来，朝前，然后我们先找到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很多球友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和问题，拖板太快，
就你碰球，有的时候想贴它，它离开的也快。大家看啊，我想贴它，那什么是不是这种感觉？你看我击球时间是对的，你拖板太快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什么呢？我想加力，拖板太快。你看，明白吗？你不能找这种感觉。你拖板刚开始，我觉得练习步骤就是你通过运行轨迹先防慢的，然后你迟教练说到关键点了，通过运行轨迹的判断，把重心提起来，找到起跳点。当你重心提起来，你再去找它的起跳点的时候，大家看啊，我的动作是什么感觉？起跳点在我面前，我重心提起来，我是这种感觉去。第一个你就能压得住，对吧？大家看啊，看慢动作啊，找到起跳点，人提起来，我是这样在打他，你明白吗？是这种感觉在出手。不然的话，很多球友说，王教练，我为什么高调一防就出界，就高调一贴就出界？你重心太低了，又不是起跳点。大家看，重心低啊，我持拍手低，我是这样防的。阿瑞，你再拉一个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球友们，你防高调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感觉？明白了吗？就你重心要高，持拍手提起来。第二个，找到起跳点，把这两点做到，你就能压得住。大家看啊，重心提起来，起跳点，重心提起来，我横打没防过，大家看是不是这种感觉？把重心提起来，找到起跳点，然后再一个就是阿瑞贴啊，就是说明我和池教练为什么刚开始建议大家贴，不是迎前防，是贴，把它贴住呢，就是停留时间长。对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是你怎么讲呢？不要自己因为防守，你刚开始要学借力，对，不要练自己主动发力，就借力，感觉能把这个旋转抵消压住，抵消旋转，然后控制球防住就可以了。是的，不需要，就是你先防稳。对，所以你发力的话，其实你在防守的时候，这个其实是手上没什么感觉的。对，就是借力防的时候，把它停留时间长一点，起跳点，大家看来，把它停留时间长一点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球友们，借力是什么感觉？在停留时间长，当你是高点和下降点的时候，你是借不到力的。你看，是，来看，球友们，阿瑞拉个慢点，来，什么感觉？没有起跳点，借力时，起跳点才借力时，对吧？然后停留时间长一点，往前下，捂着一点，把它，哎，停留时间长一点，捂一点，不要拖板快，不要起跳点。借力就拖板，这样风险很大。先练贴啊。对。有了这个基础，再去赢钱。阿瑞学好贴以后，下一步呢就赢钱呗。你正手给大家贴两个呗。好好。大家看正手啊，正手难贴，反手好贴，因为防守的时候就是伸前。哎，就池教练这个重心太好了，你们真要多学。大家看一下，看他转换和保护的状态，护的状态。对，你想象一下错误动作，你做两个错误示范。错误动作，我觉得我能想象到就是手去很硬、去发力，然后去往前推，就这种感觉。你看，只用手，这样的话其实不太好。就别人一拉转了以后，拉转你也防不住，拉冲你也防不住。对，就是要用身体带动，身体的重心带动，这样它提起来一样，提起来压住往前，对吧？手很放松的，对吧？你手一硬一紧，就防守的时候没什么感觉。一定要放松，那放松去抵消旋转卸力，这种感觉都是用身体啊。对，用身体。其实反手防守也是用身体，也是用身体，就是重心提起来。对，对，感觉就是、高于球。对，高于球，然后找到击球点，然后手放松一点，等到你这样就贴得很稳，啪比赛时候贴得很稳以后，能贴几板了。对，然后再去加点可能主动的一些加质量、因为你能贴连贴两三板以后的时候，说明你对来球的预判一定是有基础了，听慢。你当你防守的时候，预判占了60%，就来球的质量、来球的线路，你能判断好，是占防守的60%，是吧？阿瑞，我觉得预判比防还关键。对，判断好，基本上。阿瑞，你用直拍防你的，因为你从来也没有过。大家看，他用池教练没用直拍防过，他会用什么去找感觉啊？大家看一下啊，看他的肩膀和重心，球慢。对，我拉得很转的高调啊，对。好，对，就稳了以后再去加这个，哈哈，再去加这个，一样的击球点，只是稍微出手加一点。然后这一步会了以后，用身体完了以后就赢钱呗。对，赢钱，你建议大家是前面撞击还是直接加摩擦？那我觉得加摩擦可能难一点，特别是反手，
正手还好一点，对，因为拉球可能多一点，反手拉球如果防守丝其实我掌握不太好的话，你防守接加摩擦很难，就前面是准备赢钱就行了，对，出手其实就是受，就是在这个一样的动作一样的感觉加一点出手的速度，就是我不建议去弹，我建议去快压，对，就这种让你拉一个，就这种你看早一点，我的，就你想加这两个时候，你看快压这样就可以，稍微加快一点，把点提早一点，看快压这样就可以了。就我觉得这个比较实用，其实连续的时候就也很难连续了。弹只有这种球停顿的，停在半空的那种感觉。这球我觉得弹的话，就因为有旋转，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。啊啊啊！这种就是还是要么就反拉，对，要么反拉，要么快压。对，大家看下一步了啊！哇，这么转，胶皮转，走。再来，走，就这种感觉，起跳点压住球，压住球。它跟贴的感觉区分在哪？贴的感觉就是完全借力，这个在借力同时加点出手的速度，速度不是力量，是速度。加点出手的速度。加一点出手速度。对，就点什么都一样，重心，你看出手速度。你先贴一个，贴一个。啊，纯借力，贴是纯借力，对吧？对。看借力，这样吧，就防住。这是贴，就是纯借力，好，来贴住，对吧？然后我想加点质量的时候，就是再加快，速度贴的速度稍微加快，这个动作速度加快，击球点稍微早一点。你特别比赛的时候可能根本控制不了，就这样，这样，这个一点都其实不实战不实用的，就是看这种就很好。然后除非别人拉转了，你看，哎，我自己加摩擦了，走，这样压住，我这么转。生气，防住，对，先防住啊，防，对，所以还是防住，压太狠，立起来，对，还有个点就在于板型，千万不要太压，不要太压，对，太压容易打滑是吧？对，对，一定要立起来，击球的过程当中适当的压一点，还主要还是靠这个重心，对，和击球时间。就是、不要太压。很多球友问王教练，我板立了以后，我不是容易出界吗？但是你重心提起来了，你在立的时候就防得实了，你太薄的时候容易防滑了。所以还是立起来点更好，防住一点。还有，立起来一点，这样就好防住。对，立一点啊，重心高一点。对，哎，我的，这样好防住。还有正手，正手带的话，你来拉一个，我先是。拉一个是吧？啊，哎，你就直接发好了。啊，再来一个，就这样看得清楚。快带啊！对。带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是还是击球点，还是跟防守其实有点一样的，就是上升期，然后他就是怎么讲呢，他如果这个球拉过来比较顶，那你就稍微可以向上一点，他就冲过来球你就可以向上一点，如果要是他要是掉过来球你就向前一点，对，然后但我觉得还是说要加点摩擦，对，然后去控制这个球，不能摩擦抓，对，这个抓板的感觉。刚才说的干货啊，我冲的球你要向上摩擦一点，因为它前冲力大，它是撞到你板上的感觉。对，所以要向上抓。我拉一个冲的啊，大家看一下啊。来，还要借，为什么这么顶？就是我发的冲了的球，它是感觉球撞板，所以说容易产生下坠，撞到你板就容易掉下去。这个时候你要加一点弧线。对，向上抓一点。对，再看一下啊。都是上升期啊，都是上升期，大家看到吧？另外一种我拉高调啊，就是我拉的半平球，低球，慢的，它是要压的球了啊。对，向前，直接向前就行了。向前要多一点，就还是摩擦抵消旋转，大家有体会吧？都是抓拍摩擦的，用你的爆发力和用你的速度和爆发力去抵消旋转，对，是吧？对。这就是下一阶段，就是主动型进攻型防守。对。